的翻译师。是不是感觉从刚才我拍摄的素材来说，感觉这个琴是不是逼格低了一些？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小暖光一打啊，什么琴都是非常高档。你正好你说你在 KTV 喝酒就更高了，你看哪个歌长得特色，因为 KTV 灯是昏暗粉色。这个琴来说呢，它比较凸显自然。这款琴的型号就是 GF07，但是它也有一个响亮的代号叫做朽木。可能在你听到朽木这个词的时候，发现。哎，朽木明明不可雕也，还没雕都雕不了，还怎么这么琴呢？因为我也是特别稀有琴啊，我也同时发现，哎，像有个琴是朽木的，不是我是谁？它的朽木到底是有朽木的成分的，但是不属于确认为朽木之物。说啥呢？而关键这个木纹来着，朽木的木纹这个有种破的腐烂，哎，这句话来说，雕不死了。我浑身难受。这个烂掉了不行，像刚从土里头里拿着，烫伤了。四边有的是朽木的字嘛，咱们就是一个朽木的字嘛。对，确定一对，两对。
我这有人，四号，四号，我这有人，别小心点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三二，三二。跟你说，这有人了。兄弟，兄弟，身后两个，山坡上，山坡上两个，你不用出来，卡死我了已经。行，三二不用过来，不用过来。山坡上七十的方向，山坡两个山头。妈的，没枪了。